大家好，我是俊，今天我们带来一场拳皇十四的时光解说。这次是由平台两大顶级玩家的一个对决。后撤来闪现，到背后突然被掏一拳，然后陀螺再搞防住，防住之后再来一波，但是还是被草地升龙打到。来看草地再来一个升龙，这个升龙有点懵了。第一次没有打到，第二次再打的话更打不到了。空中给他一个叠地三，来水银轻腿，再来一个升龙，后撤一下，但是还是被投。哇，奈落直接强制破防，然后接上一套 BC， 其实是该来了两次，到板里给一个，来晃耀三世，收腿。如果有气，我估计又摸上一套 BC 呀。刚才再放两点，又一个气势无视感。这一次顺赢也是直接跪了。下面看下一局的。DP 这个打法就像一个 BOSS 一样啊，压制能力超强。来看第二局，二品能不能把它直接拿下？看他的比例，转换了一下套路，这次是。哎，后撤一个升龙直接顶到，然后继续脚下飞机轻腿压上一套奈落，想能不能强制破防呢？哎，捅一下还是被搞了一个飞地，升龙空了，比例瞬时间的也给他一套，哎，一棍子捅了过来之后，好像二 EP 对这个比例没有感觉啊，哎，捅到回过来逆向，这个逆向跳点有点高。反而被草地的升龙打到了，哎，连捅一棍儿，轻腿来了，轻腿摸 BC， 哇，这又是一套连段，升龙取消，接上一个两气，幺八二，怼一把，超暴力的，十二连之后看奈落继续压一个起身，轻腿又摸 BC， 不给对手留活路，这打法压着特别强。下面看下一局，下一局我们来看，哎，发神了。也只有键盘党的这个打，现在的对战还可以搞一下。这个我跟他打的就不用发了，这个没有必要了，感觉。哎，后撤中腿，中甩带挠，哎，还是被升龙打到。中脚没有人出，哎，前跳一个 CD 结束了，还可以和他过两手，我感觉。下一局我们来看西贝，他这个，哎，库克里这个角色也相当。相当帅的一个角色招数，虽然说他不露脸。等前杀之后再来一个，哎，跳地反身位，轻手没有连上，然后摆合着轻腿，哎，轻腿 BC 居然失误了，有点激动，这一把打的，哎，后撤再来一个 CD， 哎，突然闪到背后，这一个闪也是没谁了，你看又闪到背后连上一套 BC 滑动啊，波接大招搞了过去，一套二十连，八神貌似要不行了。哎，一脚抬到升龙确认，突然给了一个八智女，看来这次有希望。现在直接崩到，后撤白河哲重抓再挠一下，后后过来再来一下，又突然闪到背后又给一套 BC 完了，总是在后面出现呢。大家喜欢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点个关注再走呗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